到底怎樣才可以令到人退休之後不會感到孤單呢？我很喜歡分享的，我希望是很多朋友圍在我身邊。他自己也去到世俗意義下應該被照顧的年紀，但他依然充滿活力。最好你有能力可以幫到你身邊的人，跟人家分享你所有的東西，因為不是個個都一樣是這麼幸運的。